control.达克星球的勇士们，我现在命令你们做好准备，一场伟大的战争就要开始了。我们要征服整个宇宙，你们必须马上摧毁快乐星球，踏出我们征服宇宙的第一步。你们将作为达克星球的功臣名垂史册。各部门做好准备，5 4 3 2 1，出发。你不知道，这两天欧阳老师对我可好了，给我讲故事，带我去儿童乐园，还请我吃牛排。什么是牛排你不知道吧？就知道吃。才不是呢，反正我越来越喜欢欧阳老师了。我觉得杨洋这个人也挺不错。在咱们班上你不是谁也看不上吗？我又没说他很聪明，我只是觉得他很爱帮人。他帮助你了？对，他把他练剑的这些体会告诉我了，特别实用。那你准备怎么感谢人家？这个嘛，我还没有想出来。
要不要我帮你出个主意？你会有什么好主意？把你的小不丁一号贡献出来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现在小不丁一号只有一颗了，又和星球联系不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留在选拔赛时候自己用。这不用你管，你自私。我没有帮助他的义务。不对，你是怕杨洋想好了要多一个竞争对手。随便你怎么说吧。自私的人没有朋友，也找不到友谊。这回肯定赚了。结果还没出来呢，高兴什么？你看啊，杨洋成为三剑客的呼声最高，而且他又意外受伤，你说这不是天助我也？杨哥，你要真打算让欧阳老师为你做一件事？那当然，欧阳老师亲口答应的。让欧阳老师为你做什么？这个嘛，暂时保密。什么秘密啊？胖哥说你就要跟他，你肯定说他让你做一件事。我没说，我没说。马雪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正确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杨洋肯定参加不了星期四的选拔了。应该在寝室。其实击剑不仅比技术，还比心理素质。我觉得你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心，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。我们几个的技术其实都差不了多少，关键是要有自信心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我想让你选上。我能不能竞选上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我倒没想过，可是我们两个是一个寝室的，而且又是朋友。朋友？啊，难道你不把我当朋友？杨洋，哎，欧阳老师，哎，坐。杨洋，你的脚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你看我都能够下地走路了。那你能参加训练吗？哎，恐怕还不行。杨洋，要不老师把你的情况跟你爸爸说说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千万别告诉我爸爸。如果你把我的受伤的情况告诉他了，他肯定会伤心的，而且还会为我担心。他只想让看看我在剑道上比赛。等我伤好了，我还一定有机会的，你说是吧？真懂事。艾克，你练得怎么样啊？马马虎虎。谦虚。欧阳老师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艾克这两天的击剑技术是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。真的吗？那就要感谢你。我也没做什么呀，是你自己练得好。是你指导得好。是你自己悟性好。是你。是你们相互帮助，共同进步。欧阳老师，是杨洋帮助我，我却没有帮助杨洋。有机会，你也可以帮助他的呀。敢欺骗我？属下不敢。那密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密码是真的，属下确实进入了快乐星球。立刻给我回来！是。哎，艾克，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杨洋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你把这颗药给吃了。是药？为什么呀？放心吧，害不了你，赶快把它给吃了吧。这是什么药啊？你赶快吃了吧。好吧。来，下来走两步。走两步，听我的，没错，快点吧。
脚不疼了，我的伤好了，我又可以踢毽了。艾克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的药可真神。杨洋，你能答应我保密吗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。也包括欧阳老师吗？对。那好吧，走吧，该练剑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把这个烦人的尘都带走。好，进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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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！刺！非常好！哎呀！下一个。开始。停。下一个。看你的了。没问题。停！法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叶教练，杨洋，你怎么来了？叶教练，我要求参加训练。你的脚还没好。没事儿，全好了。怎么可能啊？真的。伤筋动骨100天。真的没事儿。哎，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啊？啊，回头推荐给国家队，他们就不用再担心队员的伤病问题了。这个嘛，保密。你不说我也不问。参加训练。好，谢谢教练。老英雄爷爷，你为什么把时空隧道的密码改了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身体不安全了。说的没错吧？没错。最近我发现阿尔法星系里有一颗达克星球，总想攻击我们。我猜想上一次拦截我们飞船的就是他们。那偷走我伟大方局的也一定是他们。有这种可能，只是我一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样进入我们的星球的。另外，除了拿走两样没用的东西外，其他什么也没动。老头爷爷，你说我的顽饼是没用的东西，令我太伤心了。本来就是嘛。说它没用也不完全对，至少因为这两样东西的丢失提醒我们，我们星球的防御系统还存在有漏洞啊。怎么样，我早就说过老罗爷还要感谢我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感谢你啊？老罗爷，我还可以跟艾克联系吗？可以，但是暂时不能让他们回来。何大力，几天不见，你水平提高不少呢。鲁迅先生说过，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练剑上。说你胖，你还喘开了。我看你那小眼挺悬，眼看他已经躲开了，
糊里糊涂的就被刺中了。这就叫技术，不服不行。后悔？你嫉妒我？嫉妒你？到赛场上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咱们走着瞧。好，赛场上见。哎，赫拉利，你左侧防守有漏洞。你说什么？你防守漏洞在左侧。你懂不懂？这不可能。不识好歹。哼。莹莹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。全好了？全好了。就没留一点后遗症？比如说脚一动会疼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你有病啊。莹莹伤好了，你玩什么呀？胖哥的有点精彩要赔了。杨洋的支持率是100%。如果杨洋不能参加比赛，胖哥就直接不赔。现在杨洋能参加比赛，结果就不好说喽。最后谁能入选还不一定呢。走。啊，请进。啊，戚老师啊。啊，季老师，请坐。季老师有事吗？有点事儿。说吧。我想请个假，家里有点事儿。请假？啊，请3天假。哎，我没听说你有假呀。哦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在乡下。哦，好吧，季老师，快去快回。谢谢赵主任。好好。请进。哦，是大力啊。叔叔，有件事我想求求您。说吧。星期四就要进行选拔了，您能不能？那你什么意思呢？跟叶教练说说。哎，大力，这有点不合适吧。叔叔，求求您了，我特别想参加比赛。好吧，那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啊，叔叔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好好好，让我考虑考虑。你先回去吧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大力。季老师。赵老师宿舍去。刚才上什么课呀？阿姐，你看赫拉利什么时候跟季老师在一块？不知道。你把我叫出来那就为了这事儿吧。当然不是，我是为了让你跟我一块去找季老师。现在不能回乡情。我知道，我是想让笨笨给我们传输一些关于亲戚的数据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要去学科学训练。对。今天是亲戚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就是在今天晚上买什么。来，大力，坐。大力。老师这回给你这把剑还好用吧？季老师，您这回可真帮我的大忙了。但是老师要提醒你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用。嗯。还有啊，训练的时候不要用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你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就算是白费了。我明白。老师呢要请3天假，你比赛的时候呢不能去给你加油了，但老师相信你是最好的。您放心，有了这把神剑没问题。预祝你成功。好，我给你倒水喝啊。谢谢。哎，杨洋，白托寺的时机是不是很难掌握？哎，老夫子可以啊，你连击剑的专业术语都懂。哦，我看你们训练听叶教练说的。白托寺是一种防守反击的战术，如果运用得当的话，可以从被动的情况变成反败为胜。一般情况下，摆脱刺分为以下几种。第一，你帮的何大力真邪门，小姐，他原来不是你的队友。我也感觉很奇怪，明明是走过去了，最后还是被击中了。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不是他有问题，就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。哎，就剩2天了，我看我是没有希望了。我的希望也不大，小姐就看你的了。别泄气，我们都有机会。别再给我们打气了，就2天，时间来了也没有用。我们四二班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
我一个人入选有什么意思？那我们也不能全军覆没呀。咱们三个是一个集体，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老大就是老大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三个组成一个队，和 C 班进行团体比赛，要上一块上，要下一块下。你说叶教练会同意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叶教练。走。谁呀？二哥，请等一下啊。有事吗？季老师，我和艾哥想用电脑是吗？对，行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这样吧，老师明天要请假，我把电脑室的钥匙给你们，然后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就什么时候去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学校不会有意见吧？不会的，你们又不是干什么坏事。季老师再见。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季老师为什么今天这么着急？也许何大力在里面吧。反正我觉得他今天很反常。喂？是刘处长啊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啊啊，叶教练在我们这儿非常好。是啊？哦，啊，我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啊，好，好。这是谁的意见？是我的主意。小姐，如果是一对一比赛，你还有可能胜出；可如果是团体赛，你们胜出的希望只有40%。这个后果你考虑过吗？如果失败了呢？你不遗憾吗？好，我同意你的意见。笨笨笨笨，哥，我听到了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的宇宙神剑和智能手套丢了。我不要你帮我投机取巧，我要你帮我把配件的一些数据运算一下，为我设计出最合理、最科学、最具有攻击性的技术动作。我明白了，你稍等一下。哎，季老师，赵主任，明天你就要走了，今天还不忘工作？哎呀，精神可嘉呀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好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好好好。一路顺风，顺什么风啊？金老师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是你给我们的钥匙。是吗？怎么转脸就忘了？
那行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钥匙给我。这个消息还是先不要告诉同学们。好。哎，达利，达利，艾克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选麻赛的方法呀变了。什么？是不是谁都可以参加？不是，现在呀又改成了团体赛的方法，也就是说，要么咱们三个都上，要么咱们三个都被淘汰，这太不公平了！哈哈哈，这太公平喽！哎，这里面有你什么事？你不知道啊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选你们三个的只有欧阳老师他一个人，选他们三个的没有，所以呀，我只需要支出一份奖金，也就是欧阳老师的。欧阳老师他是老师，也不一定要，所以嘛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最多也就出一份奖金，我赚大喽。嗯，哎，你可别高兴的睡不着觉，讲什么乐乐的故事，那我们就遭殃了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我一高兴啊，睡得特别快。哎，这不就放心了。不过我一高兴，呼噜也特别响。老师啊，王校长，走这么快呀？啊，我们班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是吗？啊，一块看看去。好，快。啊，对了，王校长，你支持哪个队啊？我呀，啊，我支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。啊，开始。
哎呀，你们这拉拉队很不错嘛，可惜就是他们听不见。第二场，杨洋对丁磊。这就是杨洋，是艾克他们班的班长。听雪儿说，他不仅学习好，还乐意助人，在班里威信特别高。好嘛。耶！干什么？你吓我一跳。请下次注意。根据我们的资料显示，他爸爸是个计时工作者，常年在外。第三场，埃克对贾冠军。是我设计的，这个动作也是我设计的。你好像不会击剑呢。不会击剑就可以当击剑教练吗？从我们的资料上显示，一个游泳教练，他根本就不会游泳，用了科学的方法，教出了世界冠军。啊，哎，这个动作谁设计的？是我设计的。哦，真的是你设计的？艾克所有动作都是我设计的。哦，丢了一分。什么？因为使用你设计的动作丢了一分。那他动作没做好。那洋洋妈妈是干什么的？兰诺爷爷，洋洋的妈妈是个医生，晚上要加夜班，所以他妈妈就把他送到寄宿学校来了。耶！干什么了？吓我一跳！艾克赢了。哦，耶耶耶！008号回来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按照约定，他应该已经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什么约定。我问你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原因还没有查明。废物，简直是个废物！我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去，给我到回收站去。是首领，到回收站有什么事情？把你们这些废物回收了。是。啊，看来艾克的体力还是不行。要不然也不会丢那么多的分儿。等有时间，我再给他设置一套体能训练方案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哎，看，比赛开始了。比分打平了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
我要剑干什么？这是您的剑呢。不是，我没有这东西。这真的是您借给我的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回来，把你的剑拿走。根据何大力自己的要求，他已经退出了我们击剑队。这样，肖剑、丁磊和贾冠军将代表我们学校去迎战法国同学。耶，这不公平！叶教练，希望你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们能够组成一支完整的队伍，我当然愿意给你们机会。既然你们现在的队员不够，叶教练，我想试试。孟凡志，让我试试吧。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跟他们三个人每人比赛一场，如果你全胜了，我就让你们一班入选。这样，杀鸡不用牛刀，我先上。孟老夫子，你行吗？行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刷刷刷几下，二班那几个人呢，全成了手下败将。哎，老夫子，平时也没见你怎么摸剑呢，你怎么会的呀？你怎么练的呀？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树枝带剑，真是大侠，佩服佩服。老夫子，其实呀，我最感谢你了。哎，人家参加比赛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想啊，老夫子能参加比赛，欧阳老师的奖金我也不用付了，我只赚不赔。哎，胖哥，你打算让欧阳老师为你做什么事？这个嘛，没想好。宝贝，去。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。想得美。宝贝，你还别不承认，我这儿有证据。证据呢？拿出来给我瞧瞧呀。我的本呢？想不想知道？说。答应个条件。好，你说吧。帮我去端洗脚水。去。哎，同学们，安静一下啊！明天叶教练就要走了。啊？真的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叔叔说的。国家队调叶教练回去当陪练。啊？叶教练这人那么好，我觉得叶教练这个人挺好的。要帮我写作业，凭什么呀？这儿有记录。安雪，你负责帮我记日记。好，我同意。同学们，你们都听见没有？
你们都应该向安雪同志学习。日记上我给这样写：我长得很胖，爱吃肉，不爱吃青菜，不爱运动，就爱睡觉，睡觉时还打呼噜。安雪同志，哎，你打扫我的光辉形象。哎呀，易教练他要走了。啊！叶教练，欢迎您再回来啊。下个学期我再来办训练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欢迎再来啊。谢谢魏老师。啊。一路顺风。教练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大哥，我要过分了。三弟。老师，老师给你那把剑呢？剑，就是那把有魔力的剑。哦。啊！得到。
有的心情，把最亮的一颗戴在胸上。再见了妈妈，尽管我就要远航，别为我担心，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。老师，我爱你。马屁精。在咱们班，你最喜欢谁？这是我的个人隐私。实话实说嘛。在咱们班，我最喜欢的，还得说是胖妞。啊，不会吧？